新奇啊，你这都看了第21次表了。圈圈，你会回来了，你可回来了。别装了，刚刚就看到了。你喝酒了？跟谁啊？你管得着吗你？你闻什么呀？你是狗吗你？这个香水的味道，除了 Cindy 我就没见别人喷过。 Cindy 说晚上约了家人就是你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有什么资格担心？提醒我选一款，这样别的男人一闻就知道你名花有主。你上次检查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检查一下脑子？我觉得肯定有问题。没喜欢的？没喜欢我那还有好多呢，不行明天再买一个。必须得买。